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哇！成年啦！所以有什么感想？成为男人了。是男人吗？我是男人。原来是女人。以前是男孩。18岁之前原来是女人，这个没有。以前是男孩。先是男孩，先是女人。先是男人。所以成年以后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？比如说跟哥们一起喝酒啊。啊，他想看啊，他想看什么？他想看那个，干嘛？因为我们都喜欢那个很武侠片的那个电影，就是那个可年龄都是那个，对，18岁，18岁，对，他想看这样。我们五个人一起去电影馆的话，哎呀，有些人不能看。对啊，他想看这样的电影。对对，越描越黑。18岁，对，18岁电影。为什么怕了？算了，恐怖的也有，恐怖的，恐怖片，他想看恐怖片，所以你先看什么 ？OK， 好的了。所以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没有 ，OK。